喺政府总部嗰边，防暴警察继续戒备。喺立法会停车场嘅出入口，着住防暴装备嘅警察喺路口架设多重铁马，继续防守。朝早现场传出警方会有新嘅行动，示威者着住雨褛同埋身体包住保鲜纸做好准备。部分示威者又由附近嘅地盘搬水马去警方嘅防线前面注入清水，企图增加水马嘅重量，去应对警察可能采取嘅行动。有长者参与留守，有一位76岁嘅阿伯瞒住屋企人喺集会现场，佢话希望企出嚟保护学生。我唔会嚟噶，你唔使惊啊！我唔敢嚟装横噶。好啦，咁啊，屋企人惊我嚟啊嘛。點解咁激動啊？即係佢哋，佢唔俾我嚟，我自己打打啲嚟，佢話我唔到啊。但係點解唔同佢哋講聲先？講聲佢唔俾我嚟噶嘛。但係你好想嚟。係啊。點解咁想嚟啊？因為我想保護啲學生啊嘛。點解要保護佢哋啊？因為佢哋而家控制啲學業啊嘛，又要犧牲前途啊嘛。年紀咁輕，要捉咪捉我哋咯。